龟毛的豆豆妈咪到底准备了什么东西呢？为什么要带单板呢、啊？哎、欸，那个昆布梅，这个好酷哦！这个昆布梅啊，翻译成安抚奶嘴。哇，给我看！哇，这么大颗！哦开心吗？好，哦，好，走。他就比我有用。咻，你看，好走。擦，手手喷出来，手手来。好，好，来。说谢谢，有礼貌。嗯，是什么？回忆起时的中国。哇，是玩具耶。这是礼貌，因为我们来打扰了，知道吗？好，我们来看看豆豆妈咪龟毛的豆豆妈咪到底准备了什么东西呢？这什么你知道吗？酒精啊，还是那个洗清洁剂？这是洗碗精，因为我会洗那个浴缸，它不是有浴缸吗？所以我自己有带菜瓜布，然后跟这个，如果是你有带小朋友餐具的话，洗碗精啊，就是也是可以做清洁的。对，所以我带洗碗精的菜瓜布。然后这里咧，那一罐是什么？哦，我跟你讲，这个洗水果的。哦，你说这个、哦？对。为什么要带砧板呢、啊？是增加我的重量。砧板，因为今天那个导游不是有发水蜜桃吗？对、啊、切水果啊，所以有削皮刀啊，然后水果刀啊。哎、欸，好慢一点用啃的好不好？你之前好像有去那个什么，不是有发苹果吗？嗯。因为我们那时候苹果也没办法削皮，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自己带那个削水果的餐具。嗯。然后哦，我跟你讲，这一罐这是那个古堡无患者他们家的招福平安净化喷雾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宗教信仰啦，但是如果你带小朋友出来外面住宿，然后你怕小朋友会睡不安稳的话，其实你一进门啊，就是环境到处这样喷一喷，喷一喷，喷一喷，然后它是那种艾草，就是有点像我们那个端午节不是会挂那个草的那个味道嘛。嗯。你会觉得
好像比较安心，比较安心。对，这净化喷雾，如果我们家小朋友就是晚上睡觉，出门在那睡觉比较容易睡不安稳的话，我觉得这个还蛮不错的。然后哦，它这个是空气除菌喷雾。这个我会拿来喷枕头啊，或者被子，哦，或肌肤接触的地方是不是。对，因为我觉得就是除菌嘛，把手会碰到的地方，像我们开门的把手，然后马桶盖，然后跟这浴缸，等一下我浴缸刷好之后，可能会再喷一下除菌，是很贵吗？它喷完不用擦掉吗？不用不用，它就酒精啊，哦，就喷完就酒精，会挥发就对了。对对对对对。然后这个是我在台湾大创买的，这边大创应该也有。这我是专门要拿来收脏衣服的，就是我们的，我觉得这个还蛮大，蛮好用的。嗯，有没有？就是当它可以折叠的，比较方便。对对对，脏衣袋跟脏衣篮这样子放，然后用完之后你可以这样提着，其实也蛮方便。啊，我还有带这个，这个是枕头巾，它就是一次性的那种枕头巾。可是因为我们这次会出来住4个礼拜，所以我会带着走。四天好吗？哦，我也希望4个礼拜。4个礼拜、啊，我只能住4天而已。哦，对，它这个啊，就是你可以在你的枕头上面再套上一层不织布这样子。如果可以的话，其实我应该带自己的枕头套啊。然后这次带的是这种一次性的这种枕头巾，对。然后打开来，就是我们的行李啦，小朋友的行李。哦，药，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出国我都准备了哪一些药品。出国前我还特别去，准备了一些药品，像我这次还自己有带耳温枪，我有带来，因为怕小朋友就是在国外，然后突然生病，你会措手不及。然后他们的一些常备的药品，像是过敏的啊，退烧的啊，然后这个是咳嗽的，跟哦，这是退烧没吃完的，所以我都把它带出来。然后小朋友的衣物，我就这样用一袋这样子，就还蛮方便的。讲讲。这个嘞，白金啊！哇，来了来了！假的，我以为是装置艺术。哦，头会动，眼睛会动。哎，欸，好近距离看海豚哦。好好好好，你也想盖。海盗也有分头等舱。对啊。箱根神社にご参拝のお客様はこちら元箱根公園ですでございます。哎，这是我刚才看的神社那里耶，老公。桃源外港までご利用のお客。哎哎呀！哇！哎呀哎呀！哇！给我看，弟，给我看你的成果。胜利！哇，这么大颗！哎 ，OK 啦！哇，给我看。OK， 拿出来看啊！ Okay, 哇，跟你的脸比起来，好香哦，有没有香？哇塞！四人房就是两个房间，两个床，两个床这样子，旋转，出出来，哇，好棒哦！大大的螃蟹脚脚，哎，来啃的。晚上来逛全家，新口味，真的，这个橘子干，是果干哦，橘子干哦。爸，我觉得怎么觉得你很兴奋？比起那个，哎，那个昆布梅，哎，这个好酷哦，这个昆布梅啊，翻译成安抚男子，哎，好笑。我们现在来开箱战利品，他们两个在日本给我买这个什么？
这干嘛？宝可梦卡。真是的，宝可梦卡跟台湾有什么不一样？这里也比较便宜。用嘴巴把它爆炸，鲑鱼子有爆炸声，真的哦。那我可不可以看一个金球去看上路？愿看到整个富士山，很幸运。起起来，1 2 3。哥，你是谁？哇！谢谢。拜拜拜拜拜拜。Hello Kitty 的咖喱饭，然后 Hello Kitty 的蛋糕。一封糖，一封糖在那里，有看到啊？妈妈，有啊，拍了。
小小的一，对啊，一样都是打来打去的。